在给大家带来 Adidas X BAP 联名的消息后，此番则有第一手的曝光照片流出。由图片来看，合作系列采用了纯黑色调，点缀一 A Bathing Ape 的迷彩圆人图案及 Adidas 斜杠设计，其中还包括一双全新设计改造的球鞋。据透露，本次的 Adidas X BAP 将会在今年10月登场发售。面对来势汹汹的 Virgil Abloh X Nike 系列，你觉得 Adidas 的胜算如何？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看法吧。Source Pirates